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火焰模组生存重启篇。我把这儿呢给掏了一下啊，然后呢咱们先把这个家呀一点一点啊该装修装修了，咱们看看有什么材料没有啊。主要是这几个，我想一直用这几个比较方便点啊。然后呢有点什么石英柱子可以拿一拿，然后呢那个灯可以拿一拿啊，这个没用的都扔了吧。台阶啊，这样这个能拿的都拿啊，咱们装饰一下家里边，家里有点太恶心了现在。还有什么可以拿一下的吗？这玩意儿可以合一合，这个扔了，这个扔了，还有六个这个，这玩意儿，还有这玩意儿，灯还挺多呀，我都没看着呢，这个扔了啊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摆一摆？花盆行吧，花盆什么东西？这个扔了，这个可能得需要啊。栅栏是吧？沙子，哎呦我的妈，这什么破烂这么多啊？这样啊，把这个破玩意儿放这儿，然后玻璃可能得需要啊。我看看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床啊，准备点行。行，再有个破柜子，就装饰玩呗，是吧？还有这玩意儿啊，胡萝卜扔了吧。还有啥？基本是没有什么了，是吧？可以，可以，行，那咱们就装一装啊。现在我这边呢是开窗罩给建的啊，我看看灯是吧？需要这个。四个灯，四个灯是怎么弄啊？镶墙上啊？我需要点红石啊，红石，来点这个吧。我看看啊，这吃的扔这儿吧先。然后金块咱们可以做那个什么是吧？做那个幸运方块，差不多吗？差不多了啊。然后呢拿它咱们做个红石块。OK， 行，七个够了，这扔了吧。行，那咱们先睡一觉啊，把那边装饰一下。那边是要给村民们住的啊，这个区域呢隔开啊，要不然这样也行，这么个隔开也行，然后村民们在里边住啊。那咱们隔一下吧，我看看啊有什么好办，一二三四五个，那就来这个吧，是吧？划分一下区域啊，这个稿子不能用了，这个稿子是5×5的范围太大了。 OK， 这样呗。行，装饰一下吧啊。这个呢其实这么铺是不对的啊，我教你们咋铺这一玩意啊。它是转圈铺的，这样这样了是吧？这样这么放的啊，这样你看它是这样的。哎，这怎么这样呢？这样啊，咱们因为它是单数啊，它应该是双数才对啊。 OK， 我看看啊，怎么放，这样啊，那这应该是这样。 OK， 你看它就变这样了。然后呢中间呢咱们放个灯吧，把这砸开。哎我去，放个红石灯啊，这个呗。 OK， 这样啊，对，亮一亮。行，这东西不多啊。仙人掌咱们先扔了吧，这也扔了。我的妈，这个乱呐。行，然后呢我打算是是吧，把村民们隔开，不让他们出来。只能我进去，他们不能出来啊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然后呢那个门呢，门没拿吗？哎呀，装饰啊是真磨叽。门呢，这门我得需要俩呀。那我看看啊，那来这个吧，先这破玩意儿没用了啊，这个还可以留一下。这样啊，这个得有两个其实啊。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花纹，就这个嘛，太素了吧。那咱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双数是吧？双数的话单数的话，那咱们就找个造型出来啊。OK， 这样呗。行，这凿开一个，然后呢红石那个灯哪去了啊？灯搁这儿呢。灯还有两个。亮度够不够？差不多吧。然后呢这儿再来一个啊。这儿吧。 OK， 然后这儿呗是吧。哎呀，给我黄给我黄给我。 OK， 这样呗。这样，然后呢红石怼上，然后呢放灯。哇，好麻烦呐。 OK， 然后呢这边呢咱们就随便来点花纹啊。这个不太好放，这个咱来这个吧。OK， 古色古香是吧，大概这个意思吧。然后呢什么床啊之类的可以铺一铺啊。村民们那就这样啊。行，然后放个什么小柜儿啊。我这么大，太大了大哥。那你这个玩意儿是吧，放这儿吧。其实它是可以打开的啊。行吧。然后这个下边放点这玩意儿，这样那看感觉不出来啥。哎，好吧。然后呢床还有吧，床。哎呀，慢慢弄吧。床啊，一个床，我不好几个床吗？床呢？哎，床也没有啊。
好吧，我看一下，我吃点饭。就俩床啊，整这么热闹啊？三个搁这儿呢。OK， 钱这么放吧，再给我。然后这样啊，扎一点睡吧。这个人不得闻着他们的脚丫子啊？事儿管的也挺多。这样啊 ，OK， 来点植被啊，给他们来点仙人掌得了。我看有啥能放的啊？其实仙人掌就挺好，仙人掌嘛，那就树苗其实也不错，花也行。OK， 挨个呗，是吧？谁知道什么玩意儿好看呢？咱们比量比量，要不然正好三盆放不一样的呗，中间放花。花放不了这个，这个放一个，这个放一个，那你出来吧。喂，你这儿放这个，敲掉。然后呢，把这花盆啊放上仙人掌。OK， 这样呗。行，那个亮度啊始终是不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咱们就做点那个有灯，大哥，我以为没有呢。好，那咱们现在以这边为基准是吧？那就这样啊，会不会太多了？太密了？行，差不多吧。然后呢，把这玩意儿塞进去啊。OK。为了村民，我是不是有点太费心了？我自己都，我也搁这住啊呢。我看一下啊，这边也可以是吧？砸一个，错开点呗。有这么多灯吗？这是两个对吧？是吧？隔两个，这样啊，差不多啊。这也是一个，两个，再两个，这样，然后呢，把灯放进去啊。虽然这有点暗无天日的意思是吧？不过呢，还是挺温馨的感觉啊。咱们看一下啊，差不多吧。就没那么恶心了是吧？好吧，小伙伴们，又到了开心快乐的火焰提问时间啊，拍张照玩啊。好吧，给村民们啊弄个家，如果要是装的很温馨的话，我也想住进去。好吧，咱慢慢来吧啊，可以。